辆电动三轮车，那么安排呢保安呢这个从这个北门呢把大家订购的这些水果蔬菜，当然是水果包和蔬菜包了啊，咱就不能再散挑了，送到我们的楼门前，然后给咱们的住户，您可以呢根据您订的那个蔬菜包呢送到您面前，您扫码支付。还有我们每天在购买的快递外卖，我们也安排保安呢用这个电动三轮车从比方说北门东门南门也好，您的快递员送到了以后，我们再集中送到咱们所在的楼门的单元前，我们也在单元门前呢也设置了货架。当然这个些举措呢，我们呢准备的可能还不尽完善，也希望大家呢多提宝贵意见，在这个工作当中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来说啊。好，我听您说。第一个是，这个小区里面现在都是阴性的，对吗？对。如果以后的小区有了阳性呢，一定是外来的感染的，对吗？对。好，可以负责法律责任了。好。啊，第一点，第二点。把我们楼封闭能不能给一个法律的意见，让大家按照法律封闭楼，如果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我们都同意好吗？好，现在我们封楼还是不同意，你知道吗？有确诊的是要封楼的，但我们小区没有。你们那东边小区有确诊的只封一个楼，也不是什么政策，你这种一刀切的行为就是懒政。对，反对封楼，支持。说点儿，让我们关键是封楼的问题。你们放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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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放